好，我们来解释一下，就是说哈，任何的锥体啊哈，只要呢底面积一样高一样的话，它的体积的话呢都会一样。啊，什么叫锥体呢？锥体就是说我现在哈有一个底面积，哦，随便形状的。然后的话哈，当这个呢底面慢慢抬高以后，最后它缩成一点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叫做一个呢锥体啊，划着顶点，这个叫 P 号，到达底面，底面叫 S 零，它的高度哈，我们叫锥体的高，叫 H 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哈，先什么呢？先证明说哈，这个锥体哈，它有什么特性呢？它的特性就是说，我现在哈用个刀子哈，平行呢这个底面哈。这样一切切下去的话得到了这个图形，它会跟这个底面相似，就这两个呢图形是相似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证明说这个什么底面 S， 这个叫 S0， 这叫 S 的话，它跟什么呢？它跟呢这个高成正比，这个高我叫做 Y 啦，就是 P 点到达这个面的距离，这个我叫做 Y。啊，到达这个里当然就是 H 啦，也就是说我们先要证明呢 Y 比上多少 H， 啊会等于多少呢 ？S 比 S 零的。好，先证明这一点。好，那证明这一点以前的话我们呢要提一个性质，就是说。两个相似型，随便的相似型，一个比较大，一个比较小，它的呢对应边成比例，对应线段，随便这里一点，它的对应点是这一点，这是随便画的，另外一点在这里，对应点在这里，它的对应线段的话是成比例的，这里的话如果有一点对应到这一点。这里一点对应到这里一点，它对应线段成比例，这个就是说，这个的话呢，如果叫做，L 零，这个叫做 L， 这是 L plus 好了，这是 L 零 plus， L 零 plus， 它的对应边成比例啊，两个相似型，它的对应边成比例，就 L 呢。除上多少呢？除上这个，L plus 除上 L 零 plus 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这个 L 除上 L 零，它的这个对应边的话成正比，那这样面积就跟什么呢？就跟那个线段的平方是成正比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如果叫做 S， 这叫 S 零。S 呢除以 S 零它就跟什么呢？跟那个线段是成正比的，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那个 L 除以 L 零的平方了。啊，当然也会等于多少？也会等于那个 L plus 除以 L 零 plus 的平方了。就面积两相似型的面积跟那线量平方成正比。这个的话呢，认可了以后。我们呢把这个接受了以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证明了这个事情。这事情怎么证我现在就用个刀子通过 P 点然后呢垂直于呢这个面给它这样切下去。那切下去以后，我把它画在这里好了。切下去以后的话，它有这个痕迹啊，这叫 L， 这叫 L 零，那切下去的这叫 L， 这叫 L 零。好，那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形状跟这个形状是相似的，这两个呢是对应边的，这两个是对应边，这个呢是一个三角形，因为这个都是直线，这也是三角形嘛。这两个三角形就相似了，这是 P，
啊，这假设叫做 A B 好了，啊，这是 C D 好了，啊，这 A B 哈 ，C D 这两个三角形相似，那相似的话，它对应边就成比例了，也就是说 L 呢除以多少 ？L 0的话哈等于多少呢？哦，对应边啊，这个是叫 Y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就知道是 H 了，哦 H， 它会等于多少？对应边，哦，这个比上这个，它会等于 Y， 啊比上呢，比上 H 了，比上 H 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嗯，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线量哈，它就跟什么呢？哦，这个应该是开根号，开根号，那也就是说哈。这个面积哈，这个面积的话，跟它对应的高是成正比的，哎，对应的高的平方呢，成正比的，哦，这是呢，哎 h 的平方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晓得哈，这个东西的话，线量哈，它是跟面积的开根号是成正比的，哦，就是 s 除以 s 0，那我就得到哈。这是 S 除以 S， 面积的话就是它对应的跟对应的高度哈、哦、是成正比的，就 Y 啊除以 Y 零、哎、Y 除以 H 的平方呢，跟对应的高度的平方来成正比。好，那有了这个事实以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呢证明哈、哦，两个呢底面积相等等高的任何锥体哈、哦、体积是一样的。啊，在这之前的话哈，我们也要提一个什么呢？提一个性质。这性质是说，我现在两个呢物体，这两个物体的话哈，哦，形状可以不一样啊。但是如果哈，我在同样的高度呢切割的时候，切割出来的面积都一样。那么呢，这两个哈、哦、物体的体积哈、哦、就会一样，哦，这个呢，我们呢就把它接受，哦，这个的话是一个原理，哦，我们叫对应体积原理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在那个微积分里面哈、哦，算一个体积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用这个原理在算。我们是如何算这个体积哈、哦？我们是这样算的，就是说，我们做切割，它切割出来的面积哈、哦。这个方向假如是 Z 方向，哦，切割出来的面积我们叫做 A 好了，这个面积好叫做 A。啊，那个不同的高度有 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面积嘛，那我把面积哈、哦、切出来，哦，这是叫做 Z 好了。然后面积再乘以呢一点点的厚度，这厚度我们叫 D Z。然后我再把它加起来，我加起来就积分了。啊，从零哈积到什么呢？积到这个地方的话，叫做 h 嘛。从零积到 h。好，啊，这个体积我也是这样做。如果这个面积叫 v 的话，那我也是这样做 v。哦，这体面积哈，记得啊。啊，乘以厚度，把无做无穷小分割，分割成了一点点的那个薄片。那薄片的体积就是薄片的面积，啊，乘以薄片的厚度 d 几，啊，再把它加起来。好，我们微积分里面呢，算任意哈、哦、物体的体积，哦，任意形状的那个物体的体积，我们都是这样做的。啊，现在的话是说，在同样位置的话，我割出来的面积哈、哦，每个地方每个位置都一样的话，那我通通把它加起来的话，这两个当然就一样。啊，这个呢，这个就是这个对应原理哦，它的内容。啊，这个当然我们是可以接受的。好，啊，接受了这个以后的话哈，我们哈，现在就来证明什么呢哈？证明呢，这个两个哈不同形状哈，比如说，现在我有一个什么呢？一个那个三角锥，哦，底面积是一个三角形哈。哦，这是一个三角锥，
啊，另外的话呢，是一个什么呢？底面积是一个圆，叫圆锥，哦，圆锥。好，那这个是圆锥的话，那如果它的那个底面一样哈，这个叫 A 0嘛，这个叫做呢 S 0。好，澳门刚刚已经证明了说哈，一个什么一个锥体，一个锥体的话哈，它的这个什么呢？它距离哈顶点哈某个高度了，叫 y， 它的这个面积 a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这个哦，这个叫哎，不要这样写啊，这个叫做 a 零啊，啊这个叫 b 零哈 ，b 零啊。刚刚我们也证明了这个事实嘛，就是说我这个面积 a 哈。啊，除以 A 0的话呢，等于多少？等于这 y， 啊除以这个 h 就平方了。啊，同样这个也是锥体，只是这是圆锥，这是三角锥的。好，啊这个呢，同样高度呢，割出来这个面积，哦，这个叫做 A 嘛，啊这个叫做 B 啊。好，啊就是 B 除以 B 0的话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也是等于这个高度同样的高度嘛，同样的高度，这是 y 除以 h 哈的平方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说哈，这 a 跟 b 啊哈，同样的高度哈 ，a 跟 b 的话呢，具有同样的 y 的话哈，它的面积是一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底面积一样。好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 a 零。等于 B 0嘛，啊，所以我就得到呢 A 等于 B 啊。那 A 等于 B 的话是任何位置都对的，也就是说我在同样的高度这样一切的话，这个面积跟这个面积一样，啊，用到我们刚刚那个体积对应原理的话，我们就晓得呢这两个锥体哈，它的体积呢是一样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一半说明一半证明哈。就呢，把这个东西的话呢，解释完了，就是说，任何一个锥体，它底面积如果一样的话，而且高度也一样的话，那么任意两个锥体哦，它的体积呢，都是一样的。